气氛挺好的，女儿马上也就回来了，可我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好孩子，你们都是好孩子。他们走得好快，可能是想给我们多留点时间，剩下的时间只属于我们两个。我真的好想让时间过得再慢一点，我还有好多想和你一起做的事情没有做，想和你一起起床，想和你一起睡觉，想给你做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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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的，想把我生活里看到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你。唉，回到天上之后，你又是博眼神君了，可别忘了我。不会的，不管在哪儿，我都是你的夫君初夜。不管在哪儿，我都是你的妻子上官雅。